又到了环保日，乡亲志工们起早准备。 四菜一汤加上水果，丰富又营养，用餐的志工们吃得很开心。好吃啊，大家庭嘛，当然好吃。进来团体就吃素，就跟着吃素啊。对啊。那、啊、现在还会想吃荤的？尽量能够吃素的就吃素。由荤转素，因缘个人不同，但环保站像是善的全员，有人加入把茹素的好习惯带回家。我要来恁遐食一顿，伊讲。 啊，你哪来阮遐吼？爱食素食呢？我老师，你哪食素食？伊讲阿嬷食素食，咱大家拢爱食素食。啊嘞！一人吃素，全家吃素，发挥联动影响力的还有他。沈木兰原本要和家人去日本旅游，但遇上肺炎疫情，他不出国玩了，把时间拿来做环保。 准备要去日本那个什么岛，啊，结果现在有没有哈那个 SARS 这么严重哈，不要出去比较好。而且我想说环保站环保这么多，我就跟他家人说要去你们去，我要来做环保。结果他就说那好，现在大家不去，以后再说。做好事不能停，无论是茹素还是环保工作，落实在日常就是长安环保站志工的生活写照。台湾新闻赖佩璇国际综台中报道。